人气新人歌手 Samuel 二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了出道 showcase， 带着最新的主打歌 16， 又唱又跳，十分帅气。他在 Produce 101呼声非常高，却没有入选，想必也很难过吧。조금기대는했지만네안타깝게못들어간소식을들었는데집에가자마자제가샤워하면서울음이많이나오더라고요그래서왜그러지갑자기그래서아무래도이제열심히해온만큼그런결과가그렇게나왔는데그이후로부터정말가수의꿈을포기하지않고제가좋아하는이가수의꿈이라서그렇게그걸로극복한것같고요他和 101 也是同时期出道，其他的哥哥有说些什么吗？그라이관형이저한테그냥메시지로하나보냈는데뭐야무혜라너뭐8월때를뭐데뷔한다며그래서제가아네맞아요형형들도뭐8월5일날뭐나오신다며요그래서우연하게만나게돼서저는네되게좋고요 네, 네오랜만에뵙게돼서정말재밌게원호형들이랑같이활동할수있을것같아요 네, 네